在2012年的11月11号成立。
会，就结束。这是我们目前的现况。再来就是我们幕僚有个很重要的负担是移民啊，实在是我们是需要大量的移民，需要有牧者跟罗布。那我爸爸有同生，爸爸有一对夫妇，或两对弟兄，或者是两位姊妹。